Oke, jadi untuk hari ini gue bakal mainin game Honkai Impact 3. Tentunya di event Hackerbone ini ya, di Arc City. Jadi ya, oke, langsung kita mulai. Jadi sini gue pakai bahasa Cina kan, karena dub Jepangnya nggak ada, jadi ya pakai Cina aja. Terus sementara ini. Hui Shi，并非准时，将比预约定的时间。哼，有趣，这就是你们蛇眼的职业水准吗？不让你小姐过奖了，提供最能符合顾客口味的生肉。 希望今天的这份生肉，足以回应布兰妮小姐。哼，监视顾客的一举一动，在过去的半小时里，你只不过在您关注蛇眼。哇，那你真的是好棒棒的。请在四位元电子版上签字，布兰妮。根据附录一，我可以选择现在解冻。当然。 一切遵从您的意愿，但在下必须提醒您，根据附录二第三条。我知道，第三条到第五条就是我要求加上去的。虽然你们蛇眼办事一直很稳，您很谨慎，这对我们都好。可是画交互演示地图，注定执勤检查。 最近三个月的告警记录和优化报告，确实值得我承担这个风险。嗯，是桩好买卖。啊，的确。Waduh, apaan ini? Ada mau pisau panjang? 小的们，给我把他盯紧了。哼，这不是在网上，怎么这么多人在这赌渣，还能？ 那真是见了鬼了！蛇眼那群家伙说的时候，我都没信。哼，两边的交易都没耽误。抱歉，这是商业机密，我只能告诉您。哎，行吧，你不想说就算了。感谢您的理解。哼，谁理解你了？聊起来没完了是吧？行啊，蛇眼头给我上，一个也别放过。我说，你们几个。 怎么，现在知道错了想求饶了？你们几个说话别那么大声！你在跟老子装啥？咱们老大和太虚门干的那一架。哦，我知道了，原来你们是虎头帮的人呀！不过虎头帮不是在身上绣老虎的吗？你……哎，别生气，别生气！我拍视频那也是为了你们好。你们老大自己拍的那套赛博规章全教学视频，我帮你们拍的片儿，一晚上播放量就破10万了。哦，对了。 你们老大现在在医院过得还好吗？你那是偷拍，是盗。你们看戏看得开心吧？哈哈，谁知道呢？后会有期了，小兔子。喂，别急着走，看戏就给我看到最后。喂，大姐头，我说这妞没问题吧？怂个屁！你们见过怕兔子的老虎吗？ 何ですか?虎を食べるウサギを見たことないんですか? Oke, kita mulai bertarung dan ini sangat berat kan? Ini sempat Alex dan juga berat. Sama-sama. Kemana tempat kayak begini berat ya? Biasanya tuh ringan. Oke. 蛇眼的那家伙，但 di sini gue baru nyadarnya itu suara pengisi suara dub Jepang sama Cina itu beda ya. 反正东西也到手了，先离开这里再说吧。apa tuh motor sebelumnya kan namanya apa gue lupa lagi. Project Bunny kah? Ah lupa lagi baru namanya. Pokoknya itulah motornya si bronya. Oke. Tapi di ultinya nggak ada kan? Atau ada?
约定的地点就在这附近了。被那几个家伙耽误了不少时间，希望没让他等太久。 Itu Kiana apa Teresa ya? Coba deketin. Brownie. Oh, Teresa deh. Iya Teresa. Teresa kan kecil. Kiana mana mungkin? Maaf, aku datang terlambat. Best timing. Kamu sudah selesai? Tenang aja, kali ini tidak perlu berbicara. 演唱会结束以后，体力透支了吗？正添油加醋。泰莉莉的魔力耗完了，要不许好的，休我说话。你那边怎么样？东西到手了吧？你和人打架了？怎么回事？你被谁养的人给坑了？没有，除了一点小意外而已。哎，一看就知道了，你整个人都灰头土脸的，创可贴也多了两个。这么暗的地方，你也能看得清吗？哎。 我就知道你肯定又没好好清理伤口，用不着，小伤而已。等你哪次真感染了的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天穹的偶像还真难当啊，还不是给某个总是让人操心的小捣蛋鬼准备的。不过你这样可怎么办啊？我都能看出来不对劲，别让西奥拉知道。哎，不好办啊，帮我化个妆，能糊弄过去吗？不一定，可以试试。不过伤口已经处理好了。 夏，Brownie，关于那个箱子里的东西，我还是不放心。走吧，边走边聊。 Oke, maafnya ini lumayan luas tapi tidak terlalu berat sih. Lumayan lah. Kita hilang, cuk. 无忧无虑的全新生活，只在光幕下的天穹。加入神城科技，与我们一同守护人类最后的乐土。Ada pelindung sih, gue lihat-lihat. Oke. Brownie, 我们是不是离得太近了？再往前就是神城科技的地盘了。别担心 ，Trackers 已经搞定他们了，简单干扰了下他们的摄像头和图形处理模块，但也就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再继续深入的话，很容易就会被对方察觉。所以你才打算在现实世界动手？Bingo， 风险太高了。所以我们必须先拿到神城科技的内部情报。事实上，我们已经拿到了。我还是不明白 ，Brownie， 控制光幕核心的三把密钥在谁手里？这从你既然要对光幕下手，那从太虚门开始不是更容易？你更容易？什么容易？别这么说，只是他们的活动据点刚好有我的粉丝俱乐部而已。 德丽莎，你已经出人头地了，我不一样，我什么都不是。对不起，我说过头了，没事没事，我也只是利用他们而已了。嗯，应该算是利用吧，这点我和你一样，我们都不关心那群人是怎么想的，所以我才先盯上了神城科技这块最难啃的骨头，而且之前不是也有些传闻，说光幕就是神城科技搞出来的玩意儿吗？先去那看看。 说不定还能找到些更有用的情报。环绕天穹城的光幕，等等，这么说来，北城区边界那里确实……让整座天穹城与世隔绝的光幕，哼，谁知道呢？也许整座天穹城都是神城科技的工厂。喂喂 ，Brownie， 你别吓我，嘿嘿，开玩笑的。Okay， cuma ini jalanannya itu kayak ditinggalkan itu loh。 Berantakan banget ini. Tunggu dulu, ini lagu kayak kenal nih. Starlight Astrologus kah? Mungkin saja. Dan itu Teresa di papan. Ya kan? Teresa. Iya, Celestial Dream. Iya kan? V-Live的演唱会宣传还没撤啊。演唱会不是都已经结束了吗？线上还在重播。 网上的票卖的比现场好多了。对了 ，Brownie 的账号我已经帮你开通好了，我说的是私人账号，不是黑兔那个。唉，现在满世界都是虚拟偶像，不管是谁，只要有个网络账号就能出道。因为观众想看嘛，只要还有观众想看到在舞台上活跃的我，那我就一定还会坚持举办现场演唱会。这该叫什么？偶像的职责？哼，我开始偶像包袱才对吧 ？Brownie， 魔法少女泰莉莉联名款。 新一代光学迷彩飞翼。
火热售卖中，魔法。那这个也是偶像的职责？不，这才是偶像的包袱，他们给的实在是太多了，经纪人根本没办法拒绝。哎，说起这个 Bronnie， 你毕竟是要潜入神城科技去拿到光雾的密钥，我的确可以帮你，但也只能点到为止。我倒是挺想拜托德丽莎和我一起变装潜入的。别提那个，那绝对是偶像的黑历史。黑客和偶像互换身份，大闹天穹城，那个过家家的剧本还是你编的呢。哦，对了，黑客的基本知识好像就是那时候你教我的了。算了吧，我也就只懂些皮毛罢了，当时太虚门里没人研究这些玩意儿，除了你，其他人都当我是个笨蛋。哼，他们不也就是群只会打架的笨蛋吗？我倒是觉得那个会打架的 Bronnie 啊，比现在太兔更酷一点啊。唉，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次还是和平时一样吗？嗯，我负责潜入神城科技。好，我知道了。光幕，它似乎远在我们出生前就一直笼罩着天穹的天空，它就像是太阳和月亮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也许可以不存在，就像很少有人会去想。 Bronnie， 你是为了知道这些才想要去拿到密钥？哼，怎么会，我像是有那么大野心的人吗？光幕为什么存在？说真的，我不管是神城阴谋论还是蛇眼的布局，我只是想知道光幕外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但你打算做的事可没有你说的这么简单。反正都打算去做了，那为什么不直接干票大的呢？还真像是害兔会说出来的话呢。对了，说到这个，之前坏掉的兔子球，我已经质子链生成器和反重力装置都帮你换了最新款的。这些可都不是便宜货，哪弄来的？德丽莎，你不会是把神城让你代言的产品给拆了吧？被你看出来了，他们送了我好多套虚拟沉浸影院，但里面的部件都还不错，于是我就把他们给拆了。谢了，德丽莎。唉，谁让你是我可爱的 Bronnie 妹妹呢？少来，谁是你妹妹啊？ Bronnie， 答应姐姐，这次的计划可以失败，但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平安回来，而我的计划，具体的行动时间还有详细的行动计划。 OK， 没问题。时间也不早了，我先走了。我就不送你了，你也早点回去吧，别让香。对了，带伤口用的化妆品我已经放在你口袋里了。什么时候？当然是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了，忘了我是谁啦。回头见 Bronnie。 回头见。 Sekarang kita ngapain？Ini ngelag kenapa lagi nih? Oh, gue kira ngelag karena apa? Akses. Tunggu sebentar, ini kayak mirip penwordnya di ini ya kan? Setelah Honkai. Iya gak sih? Tidak ada sedikit ngelag dong. Oke. Nah itu nanti saja sih.Jadi untuk hari ini sampai sini saja dulu, karena takutnya memori ku penuh dan videonya kurup lagi. Aku kira namanya Yaika Sumi ya sebelumnya. Ya oke lah, apalagi ini misi festival itu tadi ya kan. Jadi mirip kayak open world, bener-bener mirip kayak open world. Berarti berat banget nih pastiNanti saja dah. Jadi untuk hari ini sampai sini aja dulu, dan gue lanjut lagi di next video. Oke dah.